我哋希望做到一个外盒啦、彩印啦，而我哋利用呢个蜂窝纸为结构，做一个提供个缓冲嘅功能，就可以实现一个保护性嘅作用。点解咁做呢？因为好多阵包装其实唔系为咗打唔烂，喺环保嘅同时，我哋都要兼顾翻佢哋个产品嗰个特质。咁所以我哋会系将即系提出。就將呢個做一個一體化嘅設計，希望滿足到個客户喺一個包裝上需要，就係美觀、實用、環保，做一個平衡。